我们终于可以上课了哦！我们今天目标是把记忆率全部上完，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应该是不行。但是我们尽量往这个目标前进，大概会上一半至少哦。那我们上次八字卡定理这里还剩下一些些哦，哦，二项式定理后面我收个尾。上次是不是有一个根号的没有讲嘛？对不对？那我也把它讲一下，好不好？花个1分钟的时间，在哪里嘞？同学，帮我找一下，有一个根号什么什么的，我刚好看到，但是又不见了。看，真的找不到在哪里，在哪里？来帮我找一下。哦，来例题五，亲爱的，这一题有根式的题型哦，其实蛮简单的哦，蛮简单的。那你看到高次方，基本上啊没跑了啦，就是二项式定理去做展开。而且为什么是二项式定理？很简单啊，因为它只有两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们试着把它展开哦，那我们写出它的一般项哦，再去分析什么情况下会是有理数，可以吧？那你写出它一般项是100。然后 k，然后根号二100减 k，然后根号三，更正，三开四次方根，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吧？这是它一般项写法，一般项。啊，写出一般项之后嘞，来我们分析一下哈，怎样会有有理数？同学，根号如果开不出来，是不是就是无理数？对不对？像根号二嘛，不管三开几次方根开不出来，就是无理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哦，要开四次方根，是不是至少这是 k 一定要是四的倍数，才可以怎样把这四次方根的根号开掉？知道我讲什么吗？那这里呢，是一定要是什么偶数，对不对？二次方、四次方、八次方都可以，这样才可以把它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得到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100减 k。一是二的倍倍，等一下，其实这有个高级的写法哦，这个可以学一下，叫 MOD，二一杠100减 k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来讲解一下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杠的意思就是 MOD，二是100减 k 的因数，这是比较高级的写法，大一或大二的时候会讲哦，哦，叫 MOD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写法哈，来。k 也是四的倍数，这两个蓝色不同蓝色哎哦，k 也是四的倍数，看右边这里，如果今天它不是四的倍数，它开四次方根开不出来。哦，你说开四次方根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啊，四是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k 啦，抱歉抱歉哦，难怪你会有疑问，是 k 啦，抱歉抱歉。好，结合这两个条件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啊靠哟，那就是 k 是四的倍数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k 是四的倍数，100减四是不是也是偶数，对吧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所以 combine 在一起，你就知道 k 是四的倍数就行了。那100除以四是不是有25个四的倍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忽略了，还有一个你会少算，要加一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零啊。当它这里是零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拿25去除，等等，你拿100去除以四，得到25，是没有包含零这个整数的。所以我们这边要把零加回来，哦，零也可以。所以这题答案是26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讲解一下，因为这个题型哦，后面的那个例题也有，考试啊或者是习作上偶尔也会遇到，好不好？所以还是讲一下。好，来，如果没问题，哎，如果来不及抄，叫一下哦。哦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往下喽。好。再来，我们给你看一题，再看一题，有什么比较炫炮的？哎，同学，问一下，请问上次这个有证明吗？请问上次这个有证明吗？同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证明之前哈，初中有考过，但是说实话，其实不是很重要。那我直接给你答案，那我也讲一次证明，会花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大家细心听一下，这一题的结果哈，你会发现后面是 CNE、CN2 一直到 CNN，对吧？它会可以写成二的 n 次方减一，然后再乘上个倍数 n。再讲一次哦，可是前面的系数呢，它不是等比哦，它是什么？等差。对，它是等差型，这个蛮特别的，n 乘以二 n 减一。怎么证明？写一次给你看哈、哦。这里呢，你把它加总起来的结果哈、哦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哎，这个有学过吗？级数有听过吗？有吧？那我偷偷这样写哦。
k 乘上 cn 取 k，k 从一加到 n。好，其实你把这个每一项列出来，这样就跟它一样。那这两个东西可以化简哦，怎么化简呢？我想要把它独立出来讲。你可以把 k 乘上 cn k 写成什么？k 乘上 n 阶，带公式哦，n 减 k 阶，然后乘上 k 阶，这样子，哎，碎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约分了？对不对？因为 k 阶可以拆成 k 乘 k 减一阶，这个蛮 boring 的哦，就是简单的算，然后要细心一点。好，写成这样之后嘞，我们化简一个步骤，所以就变成了 n 减 k 阶，然后嘞 k 减一阶，然后 n 阶，这样子其实不太好。为什么不太好？同学，如果你的组合有学好，这两个加起来，照理讲是不是要等于上面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写成 c。什么意思？来写一个给你看哈、哦。假如今天呢、啊、是 c 五五取三，是不是照理讲可以写成五阶除以什么？五减三阶二阶，所以是变成这样子。没有，五减三阶，然后再除以什么二阶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接受吗？这个加起来的数字到底想要等于上面哦？诶，我有没有写错？哦，有，我写错了，是三阶，抱歉。这两个加起来，五减三跟三，这个合起来应该要是五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用 c 来表示。那你发现了吗？n 减 k 跟 k 减一加起来是多少？不是 n 减一啊，它是 n 阶，怎么办？所以这里又有点小取巧哈、哦，把它写成 n 乘上 n 减一阶，再来把 n 提出来就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写成 n，哦，慢慢写。n 减 k 阶乘 k 减一阶，然后 n 减一阶，这个可以写成 n 乘上 cn 减一 k 减一。好，等你一下。再来呢，你可以试着把这个东西哦列几项列出来，哦列几项列出来，哦列一下 cn 一 k 减一，那这个 n 已经是一个固定数了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就是注末项的值嘛，这是它是一个固定数了，所以最主要是把这个列出来哈、哦。当你的 n 啊，哎，等等，当你的 k 啊从一做迭代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可以写成 cn 零，然后加上 cn 一，加上 cn 二，一直加到谁？一直加到 cnn 啊，如果是四个码的话，等你一下下，因为这个 n 可以提到前面哈、哦，它是常数。那你把它每一项都列出来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有印象吗？没有印象的可以自己往上看哦，你上面这里应该有写哦，在这边是不是 2n 对不对？但是嘞，小心，它这里应该是到 n 减一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应该要写成2的 n 减一次方。最后整理一下，2的 n 减一次方。好，这就是一个证明啊。但这一个题目吼、哦、蛮无聊的，就是纯粹考证明，所以看一看，欣赏一下就可以了吼、哦。说我在家，刚刚考到笑笑，好恶心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好，来同学，没问题哈、哦。刚刚有女生传一个很变态的图给我，传一个歹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再来往下，往下喽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来，如果没有问题哈、哦，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章节哈、哦，巴斯卡定理。那这巴斯卡定理哦。因为它的系数吼、哦、刚好跟巴斯卡三角，哎，这是什么少一个字？帮我补一下哈，巴斯卡定理，它刚好跟三角形的那个巴斯卡三角形有点关系。你看哦，s 加 y 的零，你把它展开，是不是就是一？s 加 y 的一，如果只单纯看系数，就是一加一，对不对？再来是不是看系数展开是一二一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再来是一三三一。那巴斯卡三角形是不是前两项的和加起来是等于下一项？前两项的和加起来是等于下一项，你就可以把它的系数直接做展开，可以接受吗？OK 吗？好，带你看一下哦，带你看一下哦，这个可以想成是什么？CN，哎，这是 CN 二嘛？CN 二零，然后 C 二一，然后 C 二二，好。那这个上面是 C 一零 C 一一，哦，这个每个都写一下 C 三零，这个 C 三零就是什么
三次的乘法里面，你选了几次是 y 嘛？y 的系数，那它显现出来的系数就变成一哦。再来 c 三一、c 三二、c 三三，啊，这就是二项式展开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你看一下哦，c 二一加 c 二二是不是等于 c 三二？我就逐步只放大这一个哈，会不会太小？放大一点。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这三个系数上，来，你看到了吗？C 二一加 C 二二就会等于，哎，干，再按一次，就会等。清明节的时候它也一直断线，看，它现在没修好。大家如果最近有去看我们的影片哦，清明节的时候那一天狂断哦，大概断了大概十几次哦，很可怕。还有那一天都不太敢上课。哎，还是没荧幕吗？哎，啊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可以。然后按汇入啊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接着继续哦，是不是等于 C 三二？同学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巴斯卡的公式啊。你的上面两个一样，下面相差一，可以吗？最后加出来结果，上面加一，下面呢一跟二，我们取比较大那一个。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；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。好，长这样，看一下。如果写成 n 跟 k 用未知数替代，好，就是 cnk 等于 cn 减一，k 减一，然后嘞加上 cn 减一 k，你会发现这上面的两个一定长一样。上面加一，下面呢 k 减一跟 k 啊差一后，我们取谁？取比较大那一个。你会不会觉得很难？如果要你背，我真的觉得很难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这样子记的。它下面呢有严格的证明，请你自己去看哦，但我不会教。那我们会怎么写嘞？同学，其实我比较希望举个例子。那每次例子都不太一样，我想想看哦。铁头啊，我们做个示意图。铁头，还有胡子，哎，干，好臭，放大一点。胡渣。好，这是铁头。哎，哎，你怎么迟到了？哦，好，那请坐。好啊，这是他的手哦，不是捏捏哦，是手。然后嘞，铁头吼，他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5岁了吼，然后还没有交女朋友，所以呢，他妈就逼他去相亲，对吧？这是真实故事，他真的会被逼去相亲。那相亲的话，他吼自己有一些择偶标准哦，他分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吼，逐一去筛选。他想啊。在第一个面试里面吼，先从吼众佳丽里面，然后我们给他几个女生选吼，有8个人里面，我们去挑，我们挑先挑几个人，我们先挑3个人出来，然后嘞进行下一轮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吗？这就是这个题目。所以啊，如果今天从8个人选3个人晋级，总方法数是 C 八女生，然后取3人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那我也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哦。什么意思，同学？结果我们后来发现哦，8个人里面，你们知道 Chris 是谁吗？你们知道 Chris 是谁吗？哎，没有人认识 Chris 吗？那你们知道张宇是谁吗？啊，没有人认识张宇吗？好，那好吧，算了，我牺牲一点。8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我，对吧？啊，你们都不认识啊，有没有想讲 Chris 同学？只要今天有8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我男扮女装哦，假扮的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8个里面有一个是松松，给我接受哦。那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个类子去讨论。第一个是有松松的同学，假如今天哦他选人有一个人已经确定他选到了我同学，那他还要从剩下几个人去选，就是从剩下7个再选几个，2个是不是 C 七二？这样可以吗？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？他没有选到松松的，没有我，那他还要从剩下7个再选几个，那加起来是不是要等于全方法数？这就是巴斯卡定理，C 七二加 C 七三会等于什么？C 八三。同学观察一下哦，上面的总数一样，是不是加一？下面怎样？差一取什么？就是取大的。同学。这个例子可以举1000、1万，能想举什么样都可以。你只要能自己举一个例子，我觉得你巴斯卡定理就可以了。其实巴斯卡定理哈，
不是这种背公式这么简单，它其实哦是有道理的，它就是把一个状况二分法，有它跟没它加起来等于总方法数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OK 吗？OK 吗？行吗？行吗？行吗？OK 哈，那我们来做一个题目哈，它的题型哈就是组合 C 的累加哦，C 的累加。好，来我们往下，来像例题二哦，例题二我们观察一下哈。来，C 二二、C 三二，一直到 C 十九二，同学，它是不是累加？对吧？好，那你的竹马，哎，它这里有给你提示，哎，人真好。竹马叉一可以合并，但你现在看，它下面有叉一吗？不仅下面没叉一，上面有一样吗？这也没有，我靠，那怎么办？你很希望它是谁？真的希望它是三，但是它是三吗？不是，所以吼，这里有个小小取巧的步骤，就是怎样把我们的 C 二二啊改成什么 C 三三，然后加上 C 三二，加上 C 四二，点点点，一直到 C 十九二。好，来让你抄抄，怎么想得到？因为要让它下面怎么样差一，然后嘞上面呢是不是要相同才可以合并？那你看哦，根据巴斯卡定理，这个已经可以合并了。合并起来，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变成什么？这变成 C 四三。同学有没有觉得很美？是不是又可以再来一次？听懂我讲什么？所以这个，哎，又可以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是不是再合并，写成什么？是不是可以写成 C 五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到这边你大概也知道了啦。合并完是 C 四三、C 四二，合到这里是不是会变成 C 十九三加 C 十九二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最后合并 C 二十取三，好，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。当然是要把它算出来的，但我们懒惰，所以我们不算这一切。好，大声一点。哦，干干干！可是他说不用了耶，哎，那他现在要吗？他现在要吗？啊，看他刚跟我说不用。好，那彭昱畅这个小王八蛋，哎，彭昱畅今天怎么会来？疫情的关系吗？还是他喜欢我？呵呵，那可以哦，假赛啦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太久没有用 Webex，我现在已经……哦，哎，在这里我看到了，哦，宕机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可以了，快可以了，快可以了。物资，那他跟我说不用干嘛？奇怪，男人的心真是很善变呢。等我一下，你说这个、哦？对啊，没人帮我拍。哎、啊、呀，我们现在拍照都只能自己拍啊。这个是我去哪里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去那个巨城。对，对不起。哪一个？你说这些没有啊？这些都三十几岁，这个都，这个，那个靠腰嘞，这是我自己去那个谁哪里拍的，那个巨城那个买衣服的时候拍的，帅，哎，同学仔细看，这是我的牙齿，啊，这是啊，帅，真的是小时候考长大的。你靠腰，那什么笑？他就是我几年前而已啊，一两年呐、啊。哎，仔细看哦，是有腹肌的好哦。哦，抬的感觉。我好抬。哦，我是你有改 N 当供，N 当供。哎，那供是什么？这别人东西没有啊，我才不会改那种东西。这是你啊。你说这个哪一个？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是他去跳舞，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笑，我们说所有的补习班老师都换成他的大头贴。我靠！别，哦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以前教围棋的时候，这以前我在学校，帅。哦，这我以前去韩国拍电影的时候，这是我啊，看得出来吧？哦，那我 P 的。哦，这个很可爱哦。可结婚了，后来生小孩了。来，同学，我们接着上课。别想了，但没有了。
哎，命啊！哎，一勋，一勋，讨厌，你快快！一勋听得到我声音哦，不行就算了哈，加油哦！来，一勋，那接着继续哦，第二题啊，还有给我们提示啊，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第二题，C80、C91、C12，点点点点点，同学宝贝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可以加吗？可以加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嘛？为什么上面不一样嘛？下面差一，但上面不一样。同学，那我会不会把八改成谁？八什么？八改成什么？九啊！但是 C90 跟 C80 一样吗？哪里不一样？啊，是不是都是一？取零是不是都是一？对不对？所以可以自己把它改成什么？是 C90。同学，是不是就可以合并？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可以吗？以此类推哦，所以一加变成是 C11 加 C12，所以啦，再合一次，是不是？再合一次，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是不是又变成 C11 2？加完变成哎，哦 C11 2，加完是不是数字下面鼠标变大？所以这里应该会变成 C20 11加上 C20 12，照那个规律哈、哦，变成 C21 12这样子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哦。那我再多讲一个小细节，有些人注意到了，同学，如果今天是在段考的时候，我考你，你会用巴斯卡吗？那你看到这一长串的时候，其实你第一个想到应该不会是巴斯卡哦，应该会是什么？放你妹啦，不是啦，放你妹的放弃，不是哦，你应该会想到什么？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移一下，所以想到哪一个？很多 C 的嘛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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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嘛，是不是组合公式？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那我们怎么确定到底是用组合还是用巴斯卡定理？同学，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，就是啊，你发现了吗？因为巴斯卡定理啊，写在哪里？加完之后是不是会取大，对不对？而且上面的逐标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加一加一加一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呢，判别标准很简单，就当上面的数字越来越大，一定巴斯卡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你想想看啊，组合公式是不是都 CN0CN1，它的总数会改变吗？不会啊，因为 s 加 y 的 n 次方，它最多就是 n 个，总共就是 n 个去做选取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上面全部一样，那就是组合，听得懂吗？可以吗？哦，使用组合公式，formula formula 就当听 formula，好，差不多组合公式。但如果今天哦，我们的 CNK 这个 N 啊越来越大，就使用什么巴斯卡哦，记下了，越来越大，bigger bigger 哦，bigger bigger，然后巴斯卡，看就是这样啊，随便的哦，bigger bigger 就是巴斯卡，可以吗？越来越大哦，越来越大。会分吗？所以以后哈就是这样去看它，OK 吧？来，如果没有问题哦，我们就教完了吗？后面还有没有例题啊？我都往下看了，等下如果有我就揍他，哼，没有，乱够。同学，这一题啊，easy easy 啊，只是这一个中文哈，有些人可能不太懂，咱们看一下好了。他说分割1到55的正整数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取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然后嘞，任取两个数字不在一起的情况有几种？同学，这个其实没有很难，你就想嘛，不在一起的是不是很多？可能这样这样，哎，这样这样，可能二七二十，然后五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点麻烦。那我们要怎么思考？很简单，我们就啊，全部的方法。数，我们去减掉什么在一起的？因为我们讨厌情侣嘛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在一起全部扣掉，这样可以吗？全部减掉在一起，那是不是就剩下就是不在一起？听懂吗？那老师在一起怎么写？同学，以他为例，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只有什么二三？有没有其他的？没有。那这个嘞，三个数字是不是任取几个？是任取两个人在一起。那这个嘞，是不是四个数字任取两个人在一起？
是不是就是它的方法数？那这个有几个数字？同学，一加到五十五，是不是一加到十的结果？哎，跟着一加到十，是不是刚好等于五十五的结果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这个是第几群？这是第十群。好，这是第十群。好，那我们的方法数就可以写什么？总共55个数字，任取两个，减掉什么嘞？C 二二减掉 C 三二减掉 C 四二，把它们全部加起来，然后一直到 C 十二。为什么是 C 十二？因为46到55总共10个数字，对吧？第十群10个数字。那有些人就问啊，为什么这个不理他嘞？同学，他只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像我们一样啊，同学。他有办法再找一个人跟他配对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忽略他，好不好？哎，可怜哦。那再来，我们看这个题目的后面哦。这个我当然会算，那但是后面这个累加你会吗？观察系数上方的竹标是不是越来越大？使用什么？巴斯卡定理，可以接受吗？那巴斯卡定理的所求，第一个是上面跟下面，下面差一，上面要相等，才可以加一取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改一下？那我们可以把 C 二二改成什么？C 三三是不是就符合我们提议了？可以接受吗？这是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好不好？让你自己写了，我就不写了。哎，真的可以哦。好，我写一下了，你都这样说了。来，C 五五二，上面加一，下面取大，哦，我再多写一下哈。三加一是不是变 C 四？然后下面取大是不是取三？对，C 四三。然后加上 C 四二点点点点点 C 十二，有感觉了吧？最后加出来结果是不是直接变三，对不对？数字加一，所以十之后嘞就变11 3，11 3，好不好？这我写到这里可以了吧？好不好？剩下自己去算哦，哦，剩下自己去算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组合全部啦。那如果您没有问题哦，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世界，叫几率。那你们有讲义吗？没有啊，废话，因为我还没发。哎，那今天那个彭一怀怎么？哎，彭一勋怎么算？不是彭一怀，彭一勋要怎么办？彭一勋，讲义在这里耶，你没拿到怎么办？不，你妹的，不会那可以送奖励吗？不行吧？来，不好意思，去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。你这都很善良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有那个咒？来，OK 哦，那我们 keep going 哦。啊，好累哦，好想下班，可是要工作。啊，你不是缺钱吗？缺啊，我要缺女朋友啊，都缺啊。最近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把这关掉干嘛？应该是看平板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看到女生就扑倒。那我们会先被抓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不实际行动，不要乱讲。来，宝贝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是哦，我们的几率。那讲几率，当然要先讲一下什么是样本空间啦。这个样本空间指的就是我们几率的什么？它的分子，我们所选取的部分叫样本空间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分子当然有一些是你要的，有一些不是你要的。那全部加起来的结果哦，就是代表 universe 与集合，universe。怕我拼错，所以我写小一点。加起来总共哦，跟着我刚刚讲的太快了，应该是全部的集合加起来构成的东西才叫样本空间。分子呢，应该指的叫样本哦，整个叫空间，那只是单指分子就是样本哦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就这样，样本点或样本。好，讲完了，再来一个试验的集合哦，有限集合叫 S 哦，这是讲一些代号哦，看一看就可以了。看一看就可以了。全世界，那全部都是全世界，跟这个我们在几何就讲过必然事件，或全世界，看一看就可以了。那空集合呢，就是什么空事件或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哦。这个有点不太想讲。那再来，我们看一下事件的运算好了。来看一下这里，A 连集 B 叫它核事件，同学，这其中一个发生即可。那 A 交 B 指的是它的基事件，基事件。就是什么同时发生，听得懂吗？可以讲解一下为什么叫奇事件？因为啊，如果 A 跟 B 同时发生，P A 交集 B 哦，可以吗？他们如果是独立的，
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？PA 几率乘上 PB 几率。如果是独立的话 ，if A、B 独立，那独立我们到后面会讲。这样子呢，几率直接相乘，所以呢叫奇事件。有些人可能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，我举个例子哦。铁头太瘦了，放胖一点。铁头是男生的几率，假如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嘞 ，Chris。Chris 是男生的几率是多少？这也是二分之一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两个人性别都不知道，我们都大概猜一下是二分之一。那同时都是男生的几率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怎样？直接相乘变四分之一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就是一个大概的概念。哦，这就叫奇事件，因为几率哈，就互相独立的话就可以相乘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讲互相独立吗？他是不是男生，跟他是不是男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哈，就是独立哦，好不好？讲一下名词而已。好，再来下面。他这里有讲到一个东西叫互斥事件，这个还蛮重要的哈。只要他们之间交集是空集合，我们就称之为互斥，就要记住哦。互斥事件代表他们不可能同时发生哦，不可能同时发生。举个例子哦，最常见的互斥事件就是什么？这个是 A， 那外面是不是叫 A prime， 对不对 ？A 跟 A prime 有没有交集？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外面这一圈是 A prime， 这个就是最标准的互斥事件哦。假如两个人互为补给，他们两个也会互为互斥事件，好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剩下的哎，自己可以看一下哈，哎，剪掉它就是 A prime 哦，这个都是废话哦，这个都是废话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样本空间的技术，这个也很简单，这是国中数学哈，把它列出来就好了。来，丢一个硬币两次哦，出现正反，然后写出它的样本空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。SY 两次丢它两次出现几率都一样吗？没有讲，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哈。第一次与第二次出现 S， 第二次出现 Y， 样本空间正正，哎，他写完了，哎，那我要讲什么？同学，他就把它写完了。什么叫样本空间？就是全部的可能，是不是都要把它写出来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这就是我们的最基本样本空间。那第一次、第二次，因为你分得出前后，所以是正正正反反正反反，可以接受吗？总共有这四种。那如果写样本空间的个数，就是 n s 等于四，这个是 number of 样本空间的意思哦。好，再来例题二，同学，让我们看一下哦。跟刚才文字叙述不太一样，它是先丢一再丢二，对不对？这是呢两个一起丢，观察正反面。写出样本空间，他写二正一正一反二反，你觉得对吗？再讲一次，你觉得对吗？同学，这是错的，打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要仔细去思考哦。二正一正一反二反其实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古典几率。怎么这样讲嘞？很明显啊，二正它是不是发生几率比较小？二反发生几率也比较小，对不对？一正一反发生几率是比较高，对吧？很明显嘛。所以呢，它是非古典几率，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它？因为它发生几率高哦 ，P 大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相异去看哦。等一下，我再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哦，一样哦，把它当成正正正反反正反反。出现的情况确实是这三个，但你算几率，你不能以出现的情况去论，因为它有一些发生的几率比较高。可以讲个直观的例子吗？可以的。假如今天是球，三颗白色的啊，不要四颗白色的，一颗黑色的。同学，假如它的大小我们分不出来，我把手伸进去抓，哎，看多花一根手指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去抓。同学，你抽到白色跟黑色的几率会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们要怎么去想？你要把白色啊视作是怎样不同的白色，白一、白二、白三、白四，有点像帮助编号，对不对？那抽到白色几率是不是什么？总共五颗球，有可能白一、白二、白三、白四，是不是四种可能性？所以是五分之四，
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可以吗？所以你要把它视作相异去做思考，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咯。两个硬币去投，尽管它长得相同，但是因为它一正一反多，我们也要把它想成什么？视作相异去思考。这个可以把它想成是什么？第一枚硬币跟第二枚硬币，第一枚硬币跟第二枚硬币，第一枚硬币二一二，可以吗？所以样本空间还是要写成四个，因为一正一反的几率比较高。如果你没有把它列成两个，你会算错，可以吗？哦，好不好？想一下哦，视作相异，取球也视作相异哦，这就是几率哦，跟我们的那个排列组合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因为排列组合只是当方法数的话，就是出现三种嘛。但几率的话，你要把它想成出现的次数，所以我们要把球哈视作相异，代表它出现的次数多或少，然后来写几率，可以接受吗？你就想嘛，最直观的，100颗球跟1颗黑球，一定是差的天差地别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例题二。再来第三题，同学，来我们思考一下哈。4颗红球，编号一到四。好，我们画一下哈，编号一到四。3颗篮球，一到三，一次拿3颗，请问有几种方法数？同学，就是取球是什么？是不是视作相异啊？它因为有编号，也一定是不同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就是什么？总共7颗球，4加3，然后嘞，你要取谁？一次取3颗球，好，所以这就是总方法数，也就是我们样本空间的个数哦。所以答案就是 C73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OK 吗？哦，就这样，C73。哦，好，再来第四个扑克牌，有点不想写，因为有点简单。那要讲吗？好，来讲一下，大家有玩过扑克牌吧？干，出去，下课等下教你打一下。同学，扑克牌就是啊，自己看啦。花色有几种？有4种花色，点数牌有1到13张，但是它现在嘞？都是同一种花色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思考了哈。好，那看一下哦，试球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数，反正就是10张1张不同的牌，每次取一张，取后不放回，取2次。同学有没有次序性？有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先多少？先一开始有13种可能性，后来嘞，就是逐次逐次的减少。你假如一开始抽到了 A，后面是不是就不会有 A 了？所以就变成二到 K 去做选取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就是12种。那这个可以写成什么？是 P13 取二，可以吧？等你一下下。但你小心哦，这是一张一张的抽，取后不放回。但如果你一次拿2张，哎，同学，我问你哦，像我们刚才摆的 case 哦，我们是抽谁？是不是抽 AK？感觉那假如抽 A 跟 K 好了，那这里呢？你抽 A 跟 K，跟抽 K 跟 A，你真的分得出来吗？我们是分不出来的。所以现在这个 KA 跟 AK 次序重要吗？是不是就变得不重要？同学，就用 C13 取二来做，可以接受吗？就是丧失对调性，P13 取二除以二阶哦，就 C13 取二，取2张牌出来，可以吗？这文字上的叙述哦，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要小心哦。讲完了，拜拜。跳过。事件预算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不想算。看一下哦，事件预算有什么特别难的吗？有特别难的吗？事件预算我们挑几题来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蛮智障的哦。这个像例题一要讲吗？好，讲一下例题一好了，同学。他说点数和，来看一下哦，点数和小于五，A，点数和不小于就什么？大于或等于吗？这样可以吧？大于或等于，然后为 B，然后想问奈何正确？同学，他是投2颗骰子哦，投2颗，但是我们刚刚讲过样本空间是不是要视作不同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像点数和小于五，来我们举几个哈，一个一个列，A 事件应该是，它样本空间应该是。一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一二嘛，加起来是不是点数二小于五？再来嘞，同学，有一二就有二一哦。还有吗？
一三一三，哦，一三三一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个二二啊，对不对？差点忘记了，同学，所以它有六种啊，它只写三种，所以就错哦，就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同学 ，NB 啊 ，B 集合有几个？我们也要试着写写看哦。不小于就是大于或等于，所以是什么？六六，总共最大十二，再来五六，再来六，所以答案是三，没有错哦。所以这答案是二。再来 A 跟 B 是互斥事件，什么叫互斥？就他们之间是不是没有共同的交集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生活圈没有重叠了哦。那看起来他们的元素长得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是互斥事件，很好。再来第四点哦。点数和小于十二的是全事件，什么叫全事件？就是投出来的所有可能性，对吗？对吗？小于十二，不对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十二也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他少讲一个，所以四就错。好，少了六六。好，再点数和不小于，是不是？当然这样。点数和不小于十二，所以或大于或等于，可以等于十二嘛？所以它会是空事件吗？是不是也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好不好？所以答案是二三，二三。话说二三后，最近有两个很可爱的女服务员哦，要离职了，我可能之后就不会去了哦。一个是铁头很喜欢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很喜欢的，他们两个都离职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关系，他们四月就要走了，很难过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笑屁哦，干！感到干。在第二题，同学，第二题很简单啊，你可以自己画画看，还是我画画看？他说啊，仅有 A 发生，有 A 就是只有 A 的部分，只有 A 的部分没有包含其他人。同学，我们画一下，三个人哦，所以是 A、B、C， 哦，好高哟 ，B。同学，第一个对吗？第一个错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 A 集合，同学 A 这样是只有 A 吗？是跟 B、C 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 A 就划掉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直观，非常简单。再来 B 连集 C 的补集，同学 B 连集 C 是不是这一块？对不对？那它的补集是什么？补集是就变啊这一块。同学，这个只有 A 吗？这个只有 A 吗？三个之间对，好像这样对吗？只有 A， 没错啊，好像确实也只有 A。我再看一下，三个事件中 A、B、C 三个事件中仅有 A 事件发生，仅有 A 事件发生，三个人里面只有 A 发生，没错。虽然他有其他事件发生，但是三个人里面确实是只有 A 有关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 B 第二个选项应该也是可以选的哈。好，所以二。因为我中文是正确的，再来第三个、啊、第三个我有点不想写，好不好？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哦，这个你自己去判断。我再挑一个写，好，我看这个、看这个感觉比较难，我挑第五个写好了。A 叉 B， 同学 ，A 叉 B 谁先写谁后写有差哈，谁在前谁在后有差。A 减掉含有 B 的部分，所以哎，我们是会画出这一块 A 减掉含有 B， 是不是这个半月形？好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嘞，同学。A 叉 C A 减掉含有 C 的部分，所以是不是这一块？去交集啊，宝贝，同学，去交集是不是就变成我画的黑色斜线？同学，是不是就只有 A 产生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五是不是正确的？也是，好不好？这个就让你自己画了哈，因为蛮 trivial 的哈，可以吗？这样子一个一个画哦，每一个都画哦，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文视图的判断哈。像下面这个第三个 B prom C prom 这个自己画一下就不写了、哦、这个我就不写了。在第题三也是极度简单，同学，这两个你自己列，我才不要列，加起来是七，是不是一六啊六一啊二五啊五二啊四三啊三四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列。那我最主要想要讲的是，请问他们两个是否为互斥事件？同学，你想想看哦 ，A 事件，假如这个叫 A 事件 ，A 事件，点数和为七，
然后两颗骰子，一颗骰 X，一颗骰 Y，好了，可以吗？你想想看哦，两个加起来的点数是不是叫七？这是第一个 A 事件，对不对？A 事件告诉我们的。再来 B 事件又说啊，两个人的点数相差为二，所以相减为二，可以接受吗？我不是一般性假设 X 比较大，那你去解联立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诶，蛮奇怪的。交集就是解联立，所以我们先解联立，去看有没有合理的 x y。如果有，它们就是有关；那如果没有，就是互斥哦。那你也发现两次相加会得到 2x 等于9，同学，s 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九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骰子的点数没有人在骰分数，对吧？这是矛盾，所以它们啊没有任何的交集，因为 x y 没有一个合理的解，所以它们为互斥，所以 yes。好，到这边。来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小休一下，好不好？让你呼吸一下。哦，我们大概休息10分钟啊，鹏。干谁？哎，不，哎，我们这个正面呢？好吃对，我肚子好饿哦。那么冷，他放就那在外边面。香我，刚好差点把它吃掉，好饿哦。你们吃啊吃啊，在后面还有饮料，这些年来有没都有没人？两百，你都没问我，然后在后面。我想说吃个炒泡面，对。我肚子好饿哦。我不行了。逸轩有上线吗？有，他刚刚才上。因为他刚刚跟我说不用，我原本以为他不用，是他，耶！好饿哦，我受不了，好紧张。为什么？好。把这个也看了，行。真能把人的天都删。那是你们的。刚刚放这边有想，刚我有点想吃。他哪家炒泡面？东门市场。干，我得你们的，我那边就让你见识见识看我的碗。没有必要。你成为一代。
确实是。今天晚上冰凉的哦。你刚去哪里？我想说，如果你刚去前面，你在等就算帮我买饮料，我不好意思。难过。然后想说你对我有趣哦。好热。每次我都觉得好像恋爱了。讲一半才讲到呢。哦，讲到取车。别吧，别吧。这怎么的要找那个金掌柜的来抓？不可以。要培训。
No. Ja.竟然吃完了，卫生。哒哒滴滴滴滴滴，不错。好饱哦！啊，好开心哦！来，朋友，我们要上课喽！哎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！你还在给我？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我不能看的东西。我在看什么？有人强照定给我，就是数学啦，比较想爱。我们最近那个国中部有人有那个国一的女生交男朋友，这件事情闹蛮大的。她交男朋友之后，她会传一些比较裸露的照片给她男朋友。看，超扯的哎！她国中到底怎么了？而且她男朋友真的很，就是八九，你知道吗？她国一哦，骑不是，对，有点。国一的时候就骑机车，不是，国一你会骑机车然后去学校吗？不会吗？那就是八九啊。她男朋友骑车，然后去陪你带的，大家真的正选啊！哇，你要尿尿哦，你要把妆起来不去，没错，知道大家真的要正选啊，因为选我啊！
对啊，这很扯哎，这件事情我耿耿于怀。要是我们最近他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哦，常常跟他吵架，对啊。对啊，我蛮喜欢，不是啦，因为他那件事，我就觉得很瞎哎，怎么女生会喜欢那种八九哎，对啊，我。啊？对啊，我们长这么优质的都没有人要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个几率哦，主要几率的定义，同学简单，这个国中就教过了，然后我们赶快写一写哈。第一个，我们定义什么？所有样本空间的个数分之什么？分之你想要的啊，我们这里写 a 好了，因为我们是求 a 的几率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ns 分之 na，所有分之你想要的哦，这是我们定义它的几率，这个比值。好，再来 ns 哦，就是所有的个数。那你看哦，假如今天我要求所有样本空间发生的几率，那这是在讲什么？就是 ns 分之 ns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发生嘛，所以答案就是一哦。那再来，如果是空集合呢，就是什么？ns 分之什么不发生就是零，个数是零哦，所以答案是零。那很明显啊，最大就是全发生，最小就是不发生，所以几率一定介于什么零到一之间。好，那再来这里要讲哦，a prime 的几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全部的几率一减掉 pa 的几率，因为跟 a 没有关的，那就是全部的几率去减掉它的嘛，跟集合很像。你可以怎么思考呢？你可以想成哦，ns 减掉 na，这不是 na prime？那现在除以分母什么 ns，这就可以写成一减掉 pa prime，等等 p 一减掉 pa 哦，一减掉 pa，好不好？其实是一样的。那你看几率嘞，同学，连集它是要跟讲你的刚刚才哈，我们之前所学的逻辑的那个文式图都可以拿来用哦。你可以写成 pa 加 pb。减掉 PA 交 B，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上面的讨论是不是都是在讨论它的元素个数，对吧？就跟文氏图一样，除以 NS 而已嘛，只是分母都放 NS 就变成几率了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哦，它这边画了一个框框啊，其实就是想把文氏图再写一次，再画一次给你看。哦，我真的也不知道要画什么，因为这真的没什么好画的，A 交 B，对吧？只是如果今天呢，哦，想要讨论元素个数，这里呢每一个都除以 ns，它就会变成什么？我们的几率了。好，就变成 pa 交 b，这就是 pa，这个就是 pb，哇，就这个意思了，跟以前没什么太大差别哦。好。来，如果你没什么问题，那我们要偷偷往下喽。再来，Go Go Go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题目写什么哦。来，第一个，投掷一个不公正的骰子，同学，既然是不公正，那每个发生的几率都不一样，就是非古典几率了哦。那它的几率怎样嘞？点数出现的几率成正比哦，就是你的点数越大，啊，你的那个几率出现的几率就越高嘛。然后求偶数点出现的几率为何？同学。因为它样本空间不均等哦，所以就是非古典几率。那我们把它表列一下，这是点数，这是相对应发生的几率哈。一点、两点，那一点如果是一，那两点的发生几率就是什么？就是二，就是它两倍。那我们假设它是 t 好了，那它就是二 t。那三嘞，就三 t，以此类推，点点点点点点，到六，是不是六 t？那怎么去求？同学，没有人讲，那你要知道哦，全部加总起来的情况，几率总和一定是多少？不是一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就是 t 啊，加二 t 加三 t，一直加到六 t 啊，等于一。你可以心算一下哈，t 是不是就等于21分之一？可以吗？那你要的偶数点是谁？是 p 呀、啊，两点的 p 呀、啊，四点的 p 呀、啊，六点的几率，所以就变成了21分之2加21分之4加21分之6。你去哪里？装水啊！我约你去 seven 也得分，我想喝饮料。加六，所以答案是21分之12约分是7分之4哦，7分之4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，也蛮简单的哦。
再来另一个，偷偷看，五黑三白啊，我自己啊有个习惯，就是我会再把题目这个哈、哦、用简图再写一次哦，就像这样，五 black three white，然后嘞从两球中去做选取，然后接为白球的几率是多少？抽出两球接为白，同学，我们要先写总方法数，总共的可能性是谁？这就是五颗球，不管次序任选两颗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是五颗？这是八颗啦，好、哦，八颗。那白色的嘞，想要的就是分子，想要 want，这就是总共三颗白里面，你任选两颗出来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 possibility 就是 c 八二分之 c 三二，可以吗？取求是相异，相异请用 c 哦，相异请用 c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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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效忠卷也有一题一模一样的哈、哦。他说啊，一袋之中七白球，若干黑球，那就不到几颗，每一个取出来机会都一样。然后从袋中一次取两球来画一下哈，一次取两颗，那就是 C N 加七取二喽。然后呢，两个同为白的几率是22/7，请问有几颗黑？同学，那我们就假设有 N 颗黑，对吧？那你去做取球，分子分母来写一下，分母 N 加七是总数，对吧？原本七颗白 ，N 颗黑，加起来就是 N 加七。然后一次取两颗，分子呢怎么写？七颗白球里面，你取两颗嘛，它的答案算出来是不是要22/7交叉相乘，然后去求 n， 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谁做？我做。22×7/2=7倍的 bn+7取2。哎，这个可以写吗？嗯，要套公式哦。算一下啊，22×7/6=42，所以是21。乘上七，乘上来，同学，这个怎么写？先列前面两项，再除二阶嘛，所以是2/(n+7)/(n+6)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约分一下，先约才有好结果。七三还有吗？二移过去，22，所以变成 n+7×(n+6)=66。哎，等一下。是66，三二得六，六，22×6，11/2。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如果把它拆成11/2，是26/12，是不是刚好两个连续正整数？对不对？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你可以把它拆成什么？11×12，所以你的 n 就是多少？你的 n 就是5。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但是这样子有点贱哦，有点贱。我也觉得这个方法有点贱，那你还是去解一元二次，一元二次方程式，你自己把它解开来。那讲的是哦，我刚刚在做什么？我刚刚在整理的过程之中哦，我刻意把它保留成哦两个连续整数相乘，因为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是相差一，而且 n 已经是正整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凑一下数字，就可以直接得到答案。当然有点不太道德啦，好不好？那你还是可以自己去解一元二次方程式，把它展开来。好、哦，好，这个是例题三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几率看可不可以上个2/3，如果上不完，我们就直接下课，那就继续上课，就是废话嘛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。好，再来，偷偷往下哦 ，Go Go Go！ 例四跟例五跟例六，宝同学都要我教吗？不需要，你们那么天资聪颖哦，我们就挑几题来写就好了哈、哦。小屁啊，干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啊。你要抄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我啊，说你想要啊，好，可以，让我抄一下。清明节，小精灵啊，做错事情，屁咧，我做错事情。红粉派，红普奇班以前是乱葬岗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干，没人相信我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我是虎桥的，是不是？我以前找到那个表意课那个。那个网络只要一断掉，我们老师会跟我说，他们那个初中以前是乱葬岗，后来发现是真的，
福州以前网球场那边哈，全部都是乱葬岗，很可怕。等你啊，你就看着你啊，所有人就看着你敲啊，啊？你要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画的？这个回去画啦，这个 NSNANB 而已啦，哦，就两个文字图交交而已哦，好了吗？我最近痘痘长很多，就吃 A 酸，现在嘴巴一直流血，怎么办？靠腰嘞，那、啊、这样就会长痘痘啊，你很就不要，这样就交不到女朋友啊。就吃痘痘，就说没有痘痘，是啊，你不懂啊，男生就是还是顾面子啦。不过讲真的、欸，那个 A 酸很强哎、欸，你吃一颗，这个是完全不会出那个、欸，就是脸完全不会出油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。对，会出血，因为嘴巴会流血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效用很强哎、欸，难怪有人说要去打那个什么凤凰啊什么的，我说不定以后也会想试试看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听说很强哦、喔，可是好像要20万哦、喔。对啊，想想看。是为了我的脸，可以传宗算接了，对，为了传宗接代，但干，是你几岁？二十岁了，要二十，干，闭嘴啊，有20啊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别人帮我介绍女朋友，来看一下例题四哦，他说 S 是他的样本空间，A、B 是他两次件，Yes，PA Pro，哎呦，注意哦，小细节哦，它是补集哦。补集三分之二，来，你猜猜看，PA 是多少？猜猜看。哦，你好聪明哦，真的，你太聪明了。PA 就是三分之一，因为要么有 A，要么就没有 A 嘛，对不对？那 PB 嘞？哦，五分之三，那偷偷写哦，PB Pro 是多少？是五分之二，好简单哦。然后嘞，两个人有交集叫四分之一，请问 A 连 B，宝贝。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牌龙原因来写呢？当然也是可以的啦。这是 P A 连 B，是 A 加 B 减 A 交 B，跟我们以前一模模一样样，只是现在是什么？就现在冠上了我们的 possibility 变成 P 哦几率，但是做法都是在算元素个数的感觉哦，好不好？再来写一下三分之一加，好不好？哎，注意哦，是下面这个你不要写错哦，三分之一哦，加五分之三，再减掉四分之一，我还要做吗？来，同学偷偷讲一下 A 叉 B 啊，我们画个文字图好了啦。哎，如果你不行的话，哈，这是 A，啊，这是 B，呜，A 叉 B 是不是就是这里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就这一块。对不对？有 A 含减掉含有 B 的部分，所以你可以把第二小题想成是什么？PA 减掉 PA 交 B 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自己做。那第三题嘞，同学，如果你的集合学得很好哈，这个补集的交集是不是可以用迪摩根把它拆开来变成什么？我要回家了，拜。这可以写成。没有补集的连集，刚刚讲什么啊？我帮我们画一次给你看好了。那我把这个擦掉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画一次。不行啊，如果真的迪摩根忘记了，你就怎样自己画一遍哦。PA Pro 是不是啊？老师在这边，宝在这边，对啦。那 PB 嘞？宝在哪边？这边啊？什么东西？是为什么发生的声音？哦，我也没想过为什么，就是爽哦。那你们发现在哪里？他们的交集哦，对，他交集在哪里？完蛋了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发现这样的话我看不出来，我要重画一次。A 的补集是这样，好，长这样。那 B 嘞，同学，哎，B 的补集是这样。共同拥有部分是什么？是外面这一圈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就是长这样，就这一圈。对啊，你这个自己画一遍，你自己就啊，
不一样，好吧，我们是力与美的结合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么美丽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一圈，好不好？所以怎么算呢？你是拿全部去减掉什么 ？A 连级 B， 这样可以接受 ，OK 吗？好不好？你没有学迪摩根，或迪摩根用不熟的，就直接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哈。好，偷偷往下，这个题太简单了。再来第五题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吧？求我、啊，敢求我？乐啊！对，你的前提就错了，是他们有喜欢我吗？我们才没有挑嘞。像你问铁头，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？你看他有选择吗？他也没有选啊。重点是有，哎，有一次铁头喝醉酒，都不知道怎么会讲了。有一次铁头喝醉酒，他就是在电线杆旁边，然后叫我骑机车载他。那个时候凌晨十一点，哎，凌晨十一点，就十一点多晚上。我就骑车去载他，因为他说啊，元宗，我喝醉了，干载我，我就干，你不会搭计程车？然后我就说啊，好吧，好像载你，他已经疯了吧？你在跟他啼笑，就我就看他抱电线杆，那我就把他载，然后他家很远，他家住在南寮那边，然后我骑机车从市区，然后骑回南寮，就半路上的时候，我选铁头的，就是铁头。干机车的话，啊，那你有吗？本子，龙头，哦，这样子，铁头那个肚子一顶到我，然后我就很大，然后我就骑得不舒服，然后他顶到我之后，他后来就开始抱住，因为我也很怕他跌下去，这样啊，给他抱就算，就他突然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有时候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喜欢女生，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毛骨悚然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条路。公道五路的那个晚上是超级暗，就铁头突然就在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再从后面环抱我，还说我没有办法喜欢女生的，我觉得，干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很担心他下一句说我喜欢你，好浪漫。我这辈子已经被 gay 告白过了，我不想再被 gay 再告白过，然后我就很紧张。就他后来讲，他后来说，哦，他后来讲了另外一个，我就觉得更可怕，细思极恐，他就说。我也不喜欢女生，我说学长，你不喜欢男生吧？我说也不是，我好像失去了爱的能力。我想说概括在想，对啊，哦，这是真实故事哦，哇，铁头心里是很寂寞的，好吧，有空帮他找找女朋友啦。我觉得他比我还要，失去了爱，找不回来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原来有空帮铁头找女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开补习班吗？就是希望在学生之中哦，不是要吃学生哦，在学生之中可以哎帮他多教，就是多教介绍一些女生啊、姐姐啊，或者是什么。没有你的姐姐，我们才会。对啊。哎，我没有录影哎，你在讲什么？没有。你有妈妈？那爸爸怎么说？啊，那可以的，看过。不行，哎、欸，来，不能聊，不能聊。目前 A 交 B，B 交 C 为零，然后各自的几率是四分之一。宝贝 ，T A 交 C 是八分之一。如果今天哦，你不经大脑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不假思索，那你是不是这样子画三个圈圈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三个人嘛。但你如果有点大脑，仔细思考这句话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传说中的互斥事件，对不对？交集空集合就是 A B 没有碰到 ，B C 没碰到。那你的圈圈其实应该这样画哦 ：A B 没碰到 ，B C 没碰到。哎，但 A C 有没有可能碰到？有，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画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板块移动靠腰嘞。我们教数学，你再把它看地理哦。然后 A 交 C， 哎，真的有交集，它是交集的区块，哎，它的 possibility 是多少？八分之一，然后各自四分之一嘛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下一句话，三事件至少有一发生的几率，同学，至少一发生，是不是就是取他们的什么集？连什么补集？至少一发生，可能 A， 可能 C， 可能 B， 是不是其中一个有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连什么集？连集嘛，对不对？
但讲成这样还听不出来。我刚刚说连什么级他都不及，干。同学，这里是这个加起来，那你是不是就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减八分之一，先求这里，最后再加上单一的 B 的几率即可，可以吗？这一题考什么？考画画。好，那我们写喽，写算式喽。所求为 A 连 B 连 C， 所以是噔噔噔噔，嘿，噔噔噔噔，哈，噔噔噔噔，哼。好，就这样，可以吗？我以前就是话剧社的啊。他们一进来，我以前是真心害羞、个性腼腆、沉默寡言、不善言语的男人啊。但他们一进来就叫我演个乞丐，真心害羞啊，个性腼腆啊，沉默寡言、不善言语的人啊。那一进来话剧社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演个乞丐给我看看。”这个人震惊了，干！结果后来我就上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演乞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就 当场把衣服脱掉，然后裸露上半身爬过去。他说：“干干干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过来。”可是我以前是真的很内敛，都不太会讲话。来吧，再来立体练，会不会做？会不会做？会不会做？A 事件，哎，我们帮他总结一下 ，PA is 二分之一 ，PB is 三分之一。那你的 PA 或 B， 是不是 A 连及 B 的几率？他说可能会在哪个范畴？同学，你还记得吗？交集的几率是不是会有个范围？那连集会不会有范围？会有哦。什么时候连集最大？什么时候连集最小？来想一下。行吧，你还记得铁头风那个精神病院的题目吗？就是那个、啊、高或丑啊，哎，高或丑，觉得铁头高或帅，然后往两边带，交集是不是最小？那连集嘞，同学，来我们看一下哦。手抽筋。对，那如果今天哦 ，PB 啊，尽量的跟它叠合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交叠出来的区域是不是最小？这是交集嘛？但如果连集的话，哎，等等，交集的话是最大，不好意思，交集是最大。但连集的话，是不是看蓝色反而是最什么？是最小？他们的连集是不是变成 PA 本身？听懂我要讲什么吗？讲一下哦。好，再讲一次哦。两个区块，假如今天呢 A 跟 B 直接往两边一站，尽量的分散，同学。他们的连集是不是最大？因为基本没重叠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今天呢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是不是他们的连集最小？就是看 A 或 B 谁大，就是圈起来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啦。我只是画成长方形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画一次哦。那交集的最小是不是往两边站？但因为哈、哦，一个是二分之一，一个是三分之一，它往两边站也不会补满整个 possibility 一样。这个是 PB， 这是 PA， 我们直接往两边站，对吧？那你们发现它这时候连集跟 A 跟 B 有关的范围是不是最大？但它们的交集是什么？就是空集合是零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那我们来求一下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它的最大值的可能性就是什么？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直接加起来，结果连集五分之六。再来呢，它的连集最小。Minima 的结果就是取 PA 哦，二分之一，所以会介于二分之一到六分之五之间，所以我们选四。好，选四，那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尽量一个尽量集中啊，一个尽量往什么？往两边站，可以吗？往两边站，重叠的小，连集就会大，交集最小。那尽量叠合，连集最小，交集最大，可以吗？哦，大概是这个概念了。好、哦，好，来第七页，波米如果没有问题哦。哦，太急了是不是？因为感觉很简单啊。我相信大家提到这边都有一种，哇、哦，看几率，
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啊，有些老师会说啦，几率就是分成分子跟分母嘛。分母就是全方法数，分子就是怎样，也是排列组合讨论方法数。所以排组强，几率自然也不会太差。这句话我其实蛮认同的。但是几率跟排组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哦，因为几率是要算出现的次数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要视作相异去算哦，好不好？那排列组合是算方法数，还是会有点区别哦。好，我要往下了哦，自我修炼自己修哦，不要找别人哦。然后看往下，不是啊，排列，来来来，排组了，排组了。来，同学，我们写成几率就是什么？所有分之你想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将甲、乙、丙、丁五人排成一列，甲首乙三的几率，来看一下哦，甲必须在首，乙必须在三的几率。同学，先写总方法数 ，total 是多少 ？total 是多少 ？total 就是五个人随便排吗？所以是五阶全部的那个样本空间，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啊，这个是多少？这是手，假手啊，假手，哎，但是乙也要在三，对不对？这是你想要的。那你想要的方法数有多少？稍微算一下，这是一乘以一，这两个人固定。然后有三个位置随便排，所以是几阶？是不是三阶？我别笑了。好，这是想要的，想要。好，所以它的 P 几率就是五阶分之三阶，会不会太难？那我觉得超简单，对不对？就是跟以前一样嘛，只是多了一个分母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小题完了，再来第二小题，我们看一下哦。甲不熟且乙不恶，同学还记得吗？甲不熟且乙不恶，同学，我们那个时候讲甲不熟的可能性很多啊，除了甲不熟，可能二，可能三，可能四，可能五，靠腰嘞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讨论四次？再来嘞，乙不恶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可能乙一，然后乙三、乙四、乙五靠，我要讨论四次，对不对？更何况还要取交集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？是不是用扣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拿成什么？全部减掉什么？甲在手，我就写一，减掉什么？乙在二，但你会多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加回甲手且乙二，可以吗？这是我们当初讲的错排，也是排龙原理嘛 ，OK 吧？好，那方法数我们先算好，全部是五阶，甲手来来来，不行的，我写给你哦，甲手就这样，剩下四个人随便排，所以是四阶。那乙二嘞，宝贝，是不是一样？除了乙以外，剩下随便排，是不是也是减四阶？然后嘞，甲首且乙二，我画在这里，甲首乙二，这是剩三个人随便排，所以这是三阶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心算一下，谁算？你算好，自己算。这里四阶哦，四三二二四四十八。这多少靠？九不行啊，九什么东西？哎，是七吧？七啊，七啦，七十二加六是不是七十八？同学是不是七十八？好，怎么这样？那他是问几率哦，不要给我写七十八上去哦。所以答案是120/78，约一下。可以除以六哎，六的话是二十，那下面这个六是吧？六一的六三十八，好，20/13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可以。好，太快要叫哦，太快要叫哦。好，过去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例二，例二重要。这个密码题，我觉得考试哦是蛮常考的，尤其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大考，我觉得断考还好，这个大考真的很喜欢考哦，有病。来看一下。他说：“甲欲猜一个数字哦，相异的数字，就以前玩那个数字啊，猜数字是不是什么几 A 几 B， 有点像哦，有点像。啊，甲一次就猜中的几率有多高？看，太屌了吧！这个猜中是什么意思？猜中是数字对，而且位置也要对才叫中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来想一下哦，这四位数有几种可能性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这样子。好，同学。”数字有谁啊？数字它是四位数，
四位数字，同学，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放零到九，但首位可以放零吗？不行，零不首。所以前面只有几种方法数，是不是一到九只有九种，对不对？那选了，假如我今天选一个数字叫九好了，那剩下谁？是不是零到八？是不是也有九种？一开始没有想零嘛，可是零可以放第二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所以是变几种？是变九种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再来是逐次逐次递减，好，所以变八，再来是七相乘。这一题我没有让你乘哦，你不要乘开来哦，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所以它的几率就是什么？唯有一种，它的答案是什么？你想要的只有几个会是对的，是只有一种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它的几率就是九乘九乘八乘七分之一，就一种组合是正确的。好，好，这是第一小题。同学，不好意思哦，你把那个格子稍微分配一下。把它写过来一点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第二题可能会用比较多格子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。好，来，在第二小题哦，他说：“哎呦，甲现在要开始猜了哦，他猜哦五九一六，我靠腰四 A 同学啊，不是四 A 啦，四 B， 这个叫四 B 嘛，对不对？数字都对，但位置全错，对吧？所以叫四 B。然后嘞，他说如果我今天把数字换一下，哎呦，应该很快就可以猜出来喽。嗯，没错。”那请你帮甲算一下，一次就中的几率有多少？会算吗？同学，你有发现它的规则其实蛮复杂的？为什么这样讲？好，我画一个给你看哦。它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排龙的超级进阶版？甲不一，乙不二，丙不三，丁不四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不是五，第二个不是九，第三个不是一，第四个不是六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懂我意思吧？可以吗？同学，这么复杂，我们干脆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规定太多了，规则多，我们干脆直接正面破解，一个一个列，正面来，正面破解，面怎么写嘞？同学，一个一个写，不要紧张。一开始，我们从五开始哦，依次逐项讨论。五如果不能在第一位，那是不是只有三种可能？一二三，二三四嘛。好，我们先写。假如今天五在二好了，好，五在二，那再来继续思考。五如果在二，同学不好意思，我直接写数字好了，节省一点时间，这样还要写括号，好累哦。来，五在二，那你现在九嘞，是不是就可以放在哪里？是放在任意一个都可以，懂我意思吗？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像我九如果放在第一个，来来来，九五。啊，这里写九，那这里写五，那一不能在这，一是不是在后面？这里是不是六？是不是九五六一就写出来了？可以吗？好，一样，五如果在二，九放第二个，是就可以写成六一，对吧？再来，如果五在这，九在三，是不是可以写成六一？因为一好不能放在这里，所以我只能都只有唯一一种方法，所以有三种，这是五在二的情况。那再来勒，五在几？五在三也是一样哦，五也会有三种。好，来我写一下，五如果在三，那九不能在二，所以九只能在哪里？是不是这两格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那我写一下哦，九如果在，九如果在一好了，九，那这里是不是就可以写六一？对吧？因为它六不能放尾，六不能放尾。它如果九如果在二呢，那就会错，那不行。那九如果在这里嘞，那九如果在这，这个就是慢慢填哦。九如果在这会怎样？会在这，那是不是这里就可以填六一或一六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六一一六九，好，就这样，一个一个填，不要紧张哈。我紧张了，我把它擦掉了。好，再来，如果五在三呢？哎，五在三写完了，五在四呢？是不是一样？九有两个位置可以填，好，我就直接写了哦。一二三，九有两个位置可以填，
所以九在这里，来，只要九在一，这是九，哦，对，写九。那是不是六？哎，只能是一六嘛，所以九一六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如果九在三嘞，同学，九如果在三，我把它移过来。啊，看你，哎呀，西巴鲁马，好，九如果在三，那是不是六一跟一六都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就慢慢写了，不要紧张，哦。所以答案是六一。或是1695，总共几种？是不是总共九种？所以下次一次猜中的几率就是多少？九分之一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让你看看。因为规则复杂，不如我们直接去破解。那我填其实不是随便乱填的，我是有依序讨论。我们是先怎样？先如果五在二啊，先如果五在三啊，如果五在四，一项一项写，五写完了填九。对不对？再去填剩下的数字嘛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你一下下，看一下，小东西。现在亏$100多耶，怎么办？啊？这不看用什么赚？真的？真的？讲什么话、啊？那是小讨厌。来，同学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班上五十人至少两位同学同一天生日的几率。同学，这个会写吗？这个几率，它有个悖论叫生日悖论哦。这个几率其实会比你想象中的高哦，蛮有趣的。来，同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至少两个人同学同一天生日。同学，这一句话实在太可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两个，有可能几个。三个，有可能四个，有可能五个，一直到可能五十个人是同一天生日，那是鬼吧？那是鬼了。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种？那你会用正面去讨论吗？你头壳坏掉了。所以一定是用什么？哦，用什么？用扣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怎样？全部减掉，全部减掉。没有人同一天生日，没有人同天。好，这是思考的逻辑哦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一个做法。那你也可以怎么做嘞？好，你可以这样做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你可以用类似涂色的方式哦，直接排除掉。不用了，我们就这样写就好了。算了，直接排除就好了。没有人同天，那我们来想一下，没有人同天要怎么写？同学，第一个人。不是有365种选择，对不对？一年有365天，你选一天。那第二个人剩几天？364天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跟他相同，对吧？再来逐次逐次的减少选项，对吧？总共一直到50个同学，哦，50人。那他的分母都是多少？这是365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等你一下。那这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总共的方法数就是365/50，上面嘞是逐项逐项递减，54321是不是就是五阶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P 几取几嘛 ？P 五十，哎，这里没有五十人嘛？这里有五十人吗？哦，对，五十人，应该是说 P 365取五十人。365个日子取50个，然后嘞，最后还要拿一去相减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全部减掉，它才是两个人共同哦，至少两位同学生日的几率哦。一减掉这个，这一题一定不能要你算了，因为数字实在是太庞大了哈。36，我们列式就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两次哦，全部减掉没有人，因为正面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要用一去减它。那这个怎么写出来的？就是什么？第一个人先选完，然后剩下的都跟他不同天，逐项逐项的减少你的选项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假如他1月1号，你就1月1号以外，1月2号到12月31号选一天嘛，对不对？那假如1月2号，你就1月3号到12月31号选一天，然后逐项逐项递减，这就是什么？匹马连乘机。好，好，再来 next， 自我修炼，自己修，太好了，完美！我今天真的可以把它撑完，好爽。再来，我们来讲穿鞋子问题。哎，这个也是很爱考的哈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上几率，应该这个都 OK 吧？有写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有五双不同大小的鞋子，同学，
你知道鞋子跟袜子之间有差别吗？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？哎，看鞋子跟袜子的差别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是说它穿着上穿起来有什么不同感觉。真的要打他，不是鞋子你有分左右脚，那袜子你会分吗？看你不会跟我讲五指袜哦，同学，基本上如果你的袜子不是太特殊，是不是其实就没有分？对，只有颜色的区别嘛。没错，就像他比较……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学长在这。哎，学长，你下课了，休息一下，对，不准休息啊。可是我觉得学生很可怜，就让他们休息一下。不要了，继续好。干，这样我怎么办？那我讲完这题，我要休息。来，同学，有大小不同的鞋子五双，闭嘴。来，同学，任取四只鞋子，可以吗？那总共就有几只？是不是10只？那因为鞋子有分左右脚。来，同学，那我们不是一般性的鞋什么？左脚叫 A B C D E 大写的，右脚小 A 小 B 小 C 小 D 小 E。好，左脚、右脚。好，那这样，来，同学，下围两双，怎么选会下围两双？来，我们先写总情形啊，刚忘记了。这10只鞋子你随便挑，任选四双，用 C 去取，可以吗？那下围两双像是什么嘞？同学，假如我们今天写一种可能哦，AA 一双，BB 一双，是不是像类似这样子的组合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从这五组里面挑其中的几组，两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从五组里面挑两组。再来呢？假如你今天挑中 AA 跟 BB，请问这两只你要不要？两只要不要？都要。所以哈，如果真的要再吹毛求疵一点，可以这样写哈：C22，C22。我这样写是故意的哦。这是 AA，这是什么？BB。我们是先选组别哪个凑成双的，再来呢去选角，两只角我都要。好，当然不要忘记你的分母哈，叫 C14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二小题，那我们也可以举个 case 啊，下含一双，所以是不是像 AA 跟大 B 小猪，不要，我大猪，我讨厌小猪，好，大猪的这个组合可以接受吗？同学，那你要凑成双啊，是不是一定要先从五组里面怎么样？先挑一个出来，可以吗？这样才会恰好一双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先挑，所以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是五组里面挑一组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AA 组嘛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再来，假如我们挑到 AA，那我们要怎么确定剩下两个绝对不会凑成对？我先讲一个错误的写法，有些人会这样选哦，他会说：“哦，我知道，我就剩下几双，剩下8双，这是错的，不要抄哦。”剩下八双选一双，剩下七双选什么？选一双。同学，你有可能选到这啊？剩下七双有没有可能刚好凑成对？有可能哦，但你不能这样选。那要怎么确定错开？跟刚概念很像。我们是先选两个，哦，像选这两个，再来嘞，C4 取二，把它错开来了，这样子已经错开。再选只，看你要哪一只脚。那我这里是选 B，所以就什么？二 BB 里面我选择了一，啊，我选择大只的这一只，可以接受吗？再来嘞，二种里面，二猪里面，我是不是选择了一种？哪一种？我喜欢大猪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我把单位写给你，啊，你就知道我是怎么选出来的，OK 吧？当然不要忘记吼，你在求几率，所以还是有一个它的分母吼，C10 取4。这样可以吗？我再说明一次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得先选哪一个恰好，恰好先写完之后嘞，为什么要 C42？因为我要确定它是不是要完全错开。是不是一开始如果你用一组一组去选，它一定会完全错开，对吧？像我刚刚这里举个例子，我是选BB 跟猪猪。再来呢，选完之后我们再选我要左脚还是右脚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先选双，再选脚，怎么样？先选双，再选角，就这样。来，最后了，来第三小题，不成双。来，同学，怎么确定每一只脚都不一样，每一双都不会配对？不一样道理。
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先选几组，就先选四组出来。五取四之后嘞，假如我们选择是 A A B B C C 猪猪，再来嘞，是不是各自选都绝对不会再遇到相同的了？可以吗？就不会凑成双了嘛？二 A A 二 B B 二 C C 二猪猪，所以是什么？C 二一 C 二一 C 二一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再选角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选出来就是 A B C D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再除以分母。它旁边那个英文字母其实就是我在跟你讲我是怎么做的了哦。管闸门，好，大厨，但我超讨厌他的。曾经听过太多可怕的故事了。我有个学生的姐姐哦，在做那个牙柱，欸，好可爱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哦，继续讲。她做牙柱哦，啊有，怎么了？不行哦，不能可爱。然后嘞，她在做牙柱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知道吗？就刚好遇到哦，有人来看那个看牙齿，看牙齿。然后她发现，就是她就是艺人嘛，啊，这个可以讲吗？就是我们的阿俊啊。俊啊，然后他是艺人，就他就跟着他的那个特助一起进来，就他的手就直接握在特助的胸部上看医生，这件事情后来就被我发现，哦，因为他姐姐哦刚好跟我认识，因为他很可爱，所以我就认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很讨厌小猪啊，跟邻居啊，就那个姐啊，都很不喜欢，因为我很羡慕，太可恶了，来，至少一双的几率，宝贝。至少一双可以几双？可以一双，可以两双，你可以一加二，你也可以怎样？全部减三。哎，这会讲什么？好，来我们讲一下，你可以第一个答案加第二个答案，几率相加。你也可以怎样？全部的几率减掉第三题的几率，不成双的几率，是不是就是恰至少一双？可以接受。来到这边，我们小修一下，好吧，我们小小休息一下。不要修太久哦，哎、欸，爸，我们要上课喽。刚有个白痴在这边我写，我好帅哦，非常厉害哦，真的是，哇，好帅哦。来，宝，接下来我们讲例二哦，例二这里吼、哦、蛮有趣的哦。哎、欸，吃巧克力要上课哦。虽然我们买错巧克力，但是我们的心无价。刚那个老板还跟我说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我想说，哦，好。什么是哎、欸。这个就是那个女朋友说帮我买包，就给她豆沙包开个。这样想想，我是不是其实还好？你看那个价值差那么多，我买的还是同一款。只是就像 Chanel，你去买那个口红，他要 A 色，你买 B 色给他，还要吧？啊，闭嘴干！来看第二，亲爱的朋友，他说三双黑袜，我喜欢。然后嘞，两双相同的白袜，这个还好，有四只白袜。对哦，我喜欢黑丝，不是啊？哎，干屁事啊！我要写数学，你不要再玩停车达人了。给你妹了！来，那你看哦，因为袜子是没有分别的，对吧？你穿这双黑跟他的那双黑合起来都黑黑，都可以穿，对吧？下回两双的几率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于是选什么？我们选只，听得懂吗？那总情形一样，十个里面你挑四个当你的袜子，对吧？任取四只。那翘尾两双，你只要选颜色就好喽，选只就好喽。所以你有两种可能性哦，你可能是怎样？两双黑，或者是一黑配一白，可以接受吗？一双黑的，一双白的，同学，怕你误会啊，我写之好了，不好意思。要不然有些人中文哦可能会误会哦。来，四只黑色就代表两双嘛，或者是什么？两只黑，两只白，或者是什么？四只都是白，是不是有分这三个 case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好，那。
就变成 C 六取四，然后加上 C 六二 C 四二，最后再加上 C 四四，好不好？以上就这几种。然后最后呢，不要忘记要除以谁？除以十四哦 ，C 十取四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。那下一双宝你会写吗？刚才哈，因为有左右角，所以我们要选一组一组一组。那、啊、现在嘞，下一双，那就怎样？就是选颜色。那有几种？有可能三黑一白，这样子是不是两只黑会配成一双？可以接受吗？或者是哦？三白一黑，两只白自动成双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就是这两种，所以就变成 C 六三 C 四一 plus C 什么？好、哦、，C 六一 C 四三，然后再除以什么 ？C 十取四。哎，区分的出差别哈、哦，可以吗？这是选只哈、哦，刚刚还要分组哈、哦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三只均不成双的几率，同学给你想十秒。因为我要喝饮料，因为我们这么近，我宁愿有人绿茶我，好不好？我都没得被绿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忧心呀，我巴不得有人感情伤害我，赶快伤害我、啊！这是世界就是对我们太友善了。你看铁头，哎，我跟你讲。我常常都会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干，我就觉得生活获得很不顺遂什么的，结果我后来看看铁头，又觉得好像还好。铁头真的是很努力的一个人呢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今天哦功课没有这么好，那真的是一无是处，不是、啊？就是真的很励志，铁头真的是蛮努力的哦。啊，我怎么在讲这个？第三题，来，均不成双几率多少？来讲啊，讲啊。妈，几率只有零到一，你跟我讲十，是不是啊？这不可能，答案是零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家知道排龙原理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大家知道鸽笼原理吗？鸽子的鸽，咕咕咕的那个，哦，那是鸡。鸽笼原理，鸽笼 principle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中风了，中风了，同学。你如果今天吼取四只，它只有几种种类，黑色跟白色，对不对？你在取袜子的时候，要嘛黑，要嘛就白。同学，第二只是不是要嘛黑，要嘛就白，对吧？但第三只要嘛黑，也要嘛白，是不是一定会有至少两个人重叠？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因为你的种类只有两种。但你给的袜子，你选的是不是超过了两种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办法二分，总会有一个重叠，这就是鸽笼原理，听得懂吗？一定会有成双的。他说均不成双，所以永远不可能发生，听得懂我讲什么吗？举个例子哦，你现在第一个选黑，第二个选白，尽量的错开，但第三个要嘛黑要嘛白，是不是一定会成双？听得懂吗？这就是鸽笼原理，可以接受吗？行不行啊？就是你眼睛闭着，把灯关掉。哎，等，我是说拿袜子，你不要想太多。眼睛闭着，把灯关掉之后，从这十只袜子你抓四双，一定会成双，对吧？哦，好，再来下一题。来自我修炼哦。哎，回去真的要写，同学。如果哈、哦、你每次断考这些都不写，不要啦，写一下啦，求求了，求求了。这里面的选题都选得很好哎，很多都是大考题哎，我觉得很棒哎。不是啊，你断考会考啊，断考最喜欢出大考的那个辩题啊，他只是改数字而已啊。多写一下啦，来宝贝，接下来扑克牌配对有没有教过？有嘛？可不可以直接写？可以嘛？那因为刚刚有个小波子，哎，刚刚有位同学哦说他没有学过扑克牌，我们讲一下扑克牌，花色有四个，花色四。字牌哦，或者你说数字牌 A 到 K 有13张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开始咯。 Two pairs 像什么 AABBC， 那我们用复刻牌来写好了。 AAKKQ 同学，方法数多少？先写总情况，因为这里、哦、是要写几率、哦、所以总共 total 的方法52张扑克牌里面是不是任取5张，所以是 C52 取5，
这样可以吗？等下要除的话除它。那上面嘞都跟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注意哦，张数相同要一起取哦，不要乱取哦，可以吗？先选字牌哦，那我们就选哦 C13 种里面哦，选了两种，选谁呢？我选 A 跟 K。同学，数字相同，哎，等等，张数相同要一起取哦。这个头头应该有讲过好几次了哈、哦，要不要出意外哈、哦？大家不懂的可以来问我，为什么张数相同要一起取？好，那再来嘞，选完之后呢，再决定颜色。现在你已经选了你要 A 跟 K 了，那是不是花色它有两个？花色是不是有两个？对不对？所以要写什么？四个花色挑两个给 AA， 四个花色挑两个给 KK。好，好，这是 AA 的花色，这样怎么写？好，写 A 花，这是 B 花。好，还有一个嘞，同学，是不是还有个 Q？ 所以是不是剩下几个？13-2是不是还有11个？所以是不是从剩下的11个点数里面呢，选一个给 Q， 再来帮 Q 选花色？所以 C41 Q 花，这样是不是花 Q 哦？来除以谁？除以 C52-5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好了，再来主女，来自己主女哦，自己写一下哦。Floor House， 我有想到那个公海的那个、哦。Four House， 哦，哎，真的是这个 Four 哦。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另外一个，我以为是那个笨蛋那个 Four， 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Four House 哦，好，来看一下，他说 A A B B 的形式哦，那就是来我们选一个好了 ，A A A K K， 张数相同分开取。13选一个给 A， 好，选一个给 A， 再来呢选 A 的花色 ，C4 取3，哦 A 花，再来12个点数剩下的选给 K， 再从4个花色挑2个给 KK， 花，哦再除以它，你会发现我们做法都很固定啊，都是先决定点数再选花色，好不好？哦，养成习惯哦。好，三条，嗯。自己写了三条位吗？三条是三小，三条你没打过扑克牌哦？有三条吗？扑克牌有三条啊，不是你打那个梭哈的时候说 hand 不是有三条？你打那个什么？打那个什么？那个中间有河牌那个叫什么？德州扑克也有啊，对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哎呦，这小小屁孩哎，怎么没有玩过？你们过年不会赌博哦？哦，那对我有事。都不玩那种。他们玩什么？女生哦，不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录影哦。对，有录影，所以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话。上次才被黄标，就不能再被黄标。来，同学，一样先选花色。那这两个张数相同要一起取，可以吗？啊，你可以先看你先选 A 还是先选 B 都可以啊。先13给他，那是不是选了 A 这个点数？好，叫 A A A K Q A， 然后 C43， 哦，这我就不写了哦。再来12个要一起取，所以是 C41 C41， 好，这是 K Q， 哦，这是 K 的花色 ，Q 的花色，哦，然后再 D52-5，就有些人问呐、啊，他说老师啊，我先选 K Q。C132再 C111可以吗？同学，你可以自己算算看，也一定会一样哦，绝对是一样的。再来同花，这里有讲花色相同。同学，我问你哦，同花有包含同花顺吗？在扑克牌世界里面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同花就是同花，同花顺是同花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哦，其实要区隔开来。那但是我们是算数学啦，所以是有含的哦，有含同花顺，要不然有点麻烦，要算两次。好，就这样。同花有谁？就是花色都一样嘛，所以就13张牌随便选5个点数，像什么嘞 ？A K Q K 2，好，随便选5个。那选完之后嘞，就要帮他们决定花色，但是因为要同花，所以4个花色选一个，看是梅花、方块、爱心、黑桃，选一个花色即可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就这样。
咕噜噜，五十二二，哎，五十二。好，再来第五题，顺顺的哈、哦。顺子同学，顺子是什么？哎，那最大的顺子是什么？干，你还说你没玩，你拿来，你就有玩。最大的顺子是不是？哎 ，A 可以当成是一嘛？那最大是不是十 J Q K A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的 capital 是不是十到 A 有几种？是不是总共有十组顺子？听懂我讲什么吗？有十种顺子哦，所以你的点数有十种选法，你要先从这十种选出一种组合哦。再来，它的花色有限制吗？有限制吗？没有，那你随便选嘛，是不是要选一个出来？哎，每一张都没有限制哎，所以是不是哎 A 的花色四个选一个？然后嘞，然后是这一组哦，然后我们选这一组 A 的花色四个选一个 ，2 的花色四个选一个，三四五是不是都四个选一个？所以是几次方？五次方，这样可以吗 ？C 五十二，那同花顺嘞，同学，它就是基于顺子以外花色又要相同，所以一样 C 十一十种可能性里面花色四组选一个。那从刚来这几个列下来，你应该发现吧，那个同花顺的几率是。微乎其微嘛，对不对？小的很小，小到不能再小了哦。哎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往下了，快不行了，还好再喝一口。哎，来得及抄吗？来不及抄可以叫一下哦，我们可以等你抄一下，我们是很善良的人哦。那我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去二三哎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我给你推荐有另外一家我觉得很好的地方。叫或者咖啡，它其实是一个旅馆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住，它可以住在它的那个二楼，然后它一楼好像是开咖啡店，然后它有卖很多很特别的那个很特别的料理，跟在地文化结合，像那个我们新埔那边不是种柿饼吗？它有一道料理是柿饼的甜点，干他妈超好吃，真的很推荐，可以去吃吃看或者咖啡。哦，对啊，我就很喜欢吃甜食啊。对对，我有一次去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有一次去吃那个甜品，然后在那个什么路易莎，一次点六个蛋糕，然后被人家看到。对啊，我这次回去自己去吃甜食啊。嗯，那样好吃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下一题，看你屁事。快哭吐了。来，我们来玩猜拳哦，猜拳问题啊。来，同学，三个人猜拳，然后垒球下面的胜率。欸、其实他讲胜率我觉得怪怪的，因为他有的是输嘛，不败好像也没有胜，不分胜负，应该是几率啦，哦，几率。第一个不分轩制，同学，什么叫不分胜负？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分胜负吗？就是大家都出一样，或者是什么？大家都怎样？不一样。那猜拳大家知道有几种拳哦？上次有个白痴跟我说不知道，有剪刀，欸、同学，剪刀我们写刀，啊，石头写什么？是，当然不会写笔画多的嘛。啊，布写什么？哦，只能写布了。刀石布，那不分胜负，有可能来我们写一下哈、哦。总共直接列出来哈、哦，我们就是这样暴力。刀刀刀，石石石，还有什么？不不不、啊，真的吗？要不然嘞，再来是不是刀石布？同学，我不要再写了。因为现在接下来是不是甲乙丙这些轮流可以拿，所以有几种，是不是有三阶可以 chance， 对不对？可以 change， 所以有三阶种。那这里有几种？三种。所以它的所有的方法数是三加三阶，对不对啊？忘记写那个哈、哦，我们忘记写分母了，要先写分母才对。抱歉抱歉，我写在上面。总共的方法数，同学每个人都可以出三拳，都有几种？什么九？三乘三乘三多少？是二十七哦，是三的三次方，听懂吗？每个人都可以出三拳，是三的三次方哦。好、哦，所以第一小题来给你答案喽，它是三的三次分之三加三阶哦。好，再来第二小题，恰一个人胜。同学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决定谁赢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那还要决定他是用什么赢的嘛？他可能剪刀赢啊、布赢啊、石头赢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来，同学，哦，恰一人胜。
那一样啊，列列看，加一比。刀，如果出剪刀，他们出是、欸、靠腰不能，他会输。刀刀剪刀赢的吗？啊，刀不不不，讲不出来。那十嘞？十刀刀，哎、欸，同学这个自己写好不好？十刀刀，要写吗？要写啊。啊，十刀刀，那、啊、再来什么？不识时，啊，我写好了啦，我怕有些人真的不会。好，同学，这样子有些人就说，哦，老师三种，同学，那是谁？那是谁赢？那是甲赢，所以恰甲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不对，不是恰甲胜，恰甲一个人赢，是不是就是这三种，对不对？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哦。所以啊，如果今天只说一个人赢，还要看是谁赢，是不是他还可以怎样甲乙丙，是不是可以互换？可以吗？这是甲赢的，甲 win， 还有乙丙 win， 对吧？所以他还要排几阶？是不是要排三阶？可以接受吗？哎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说三乘三，因为甲乙丙三个人都有可能赢，然后一人赢，然后嘞？每人的赢法有三种，好，就这样。想一下哦，就是甲赢的方式有三种，那乙丙是不是也会有三种？所以总共会有九种哦。这个稍微麻烦一点哦，所以是三的三次分之三乘三，好，三乘三。那、啊、后面这个题号都打错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把它修改一下，来把它涂掉哈。美 P 图大师，看不出来吧？没有了，你看不出来了，不是了。来，同学，我讲一个东西哦，你知道恰甲胜跟甲一人胜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同学，这个就像斗地主嘛，你甲一人，哎，恰甲一人。恰甲胜是不是可以怎样？他可以跟地主或是平民可以一起获胜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他搞不好恰甲胜，甲有赢啊，只是甲乙也赢，可不可以一起赢？可不可以甲丙一起赢？懂我意思吗？也可能只有甲赢，听得懂我讲什么吗？最后他有三个 case， 有没有听不懂的？懂我意思吗？那甲一人赢呢？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个答案是三，可以接受哦，意思不太一样。那我们来写一下那个第五个好了。来，恰甲胜有三种，第一个是甲丙 win， 或者是甲乙 win， 或者是恰甲 win。有人就会说啊，可不可以甲乙丙一起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三个人都赢，干那谁输了？鬼哦！所以一定要有人输了哦 ，OK 吧？那我们开始写喽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甲丙赢的好了，哎，这个是几种？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恰甲赢是不是就是三种？哦，这个是三。那甲丙赢要怎么写？来，我们写下、哦、甲乙丙。好，来甲，假如出刀，那甲丙赢他也是刀，这个是布，可以接受吗？刀刀布。那如果今天呢是石头赢，是不是石石刀？那如果今天是布布赢？它不是步步石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那同学，这两个人的角色是不是可以互换？对吧？一个是甲丙，一个是甲乙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有三种？那下面这个有几种？是不是也是三种？听得懂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我就举个例子，能感受一下哈。所以答案一样，是三的三次，然后九种，三乘三。哦，嘴巴流血了，嘴巴流血了。那天把它不先把它聊到那个麦上，那小，你是五杯行不行？那什么东西？来，同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有没有想要再看我修一波的？因为题目有一些都是蛮重复的，要不要看我再修一题？有没有想要看的？什么甲不败啊？有没有？你知道甲不败就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除了甲赢以外，还有一种情况。就是什么平什么平手啊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那甲就没有输嘛。有一种要么是甲赢，要么就是什么
平手，所以他这个就等于是五再加平手的情况，知道我讲什么吗？那平手会不会看？在这里可以接受，也有可能出一样的嘛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好不好？别叫了，这个意思就是加 win over 加平手，就是没有输啊，可以吗？哦，大哥没有输哦。好，来，如果没问题，让你自己写好了，让你自己写好了。来，没问题，我们自我修炼，自己修，自己修。那这个紧张时候不回去写也看，下面都有答案，你可以对对看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数字专题，会不会太快？要呼吸一下吗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够，那是喘气啊，那个要中风了。数字专题哦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它的任取相异三数，先想想看，总共 total 是几种？九种，再给我看一次哦。他娶三个哦，他娶三个老婆，没有，娶三个数字。同学几种？讲啊，什么九八七乱讲，不是一次娶。哎呀，奇葩，顺序重要吗？我娶林志玲、杨幂跟那个谁，跟那个周冬雨。同学三个人，谁当大老婆、小老婆、三老婆有重要吗？一起娶有差吗？差。所以答案是 C 九取三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总方法数 C 九三。再来，三数合为偶数，加起来是偶数。来，同学怎么分析？偶数怎么加出来的？有可能是什么？哦哦哦，干，对不起，哦哦，哎，这样子真的很智障，不行不行，就三偶三偶三偶，或者是什么？偶鸡鸡，再念一次，再念一次，不要听。或鸡鸡偶，或鸡偶鸡，同学不需要这样，就是什么二鸡一偶，听得懂吗？不要那么鸡鸡偶偶鸡鸡，那很变态哦。就是这两个 case 相加嘛，有没有其他的？没有，鸡鸡鸡不行，太变态了哦，不行，鸡鸡鸡加起来是鸡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选喽。那我们先分成两类，它的偶数有多少？来分一下哈，偶数有。2 4 6 2 4 6 8几个？是不是四个？那奇数嘞？1 3 5 7 9有五个。三偶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四个里面挑三个偶数，再加上什么？五个里面挑两个奇，四个里面挑一个偶，除以总共的方法数 C 九三，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。有没有问题？其实蛮简单的，再来下一个三数乘等差，有没有教过？有吧，对不对？等差数列，来我们分析一下哦。A、B、C 乘等差，那就意味着，我写错了，那就意味着 A 加 C 怎么样？就是 A 加 C 除以二等于 B， 那也就是 A 加 C 等于几 B？就是2倍 B 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什么东西加起来会是2的倍数？就是在说明啊，这两个人加起来是不是要是偶数啊？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偶数，那是不是只有鸡鸡跟偶偶？听懂我讲什么？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按你写 A 写 C 是奇数，假如我选17好了，同学是不是奇数？那怎么可以确定 B？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是等差中项，一加七除以二等于多少？等于四嘛？你会发现决定头决定尾，是不是中间自动就会决定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再写一个，假如我决定哦，因为它有可能是偶数偶数，假如决定二跟六，中间是不是自动决定叫做四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我们是抓头尾吼，好不好？那 A 跟 C 的组合有鸡加鸡，因为它都是偶数，或者是什么？偶加偶嘛，好，那鸡加鸡是不是一样？就是 C 五取二加上 C 四取二，然后除以它的 possibility 的分母 C 九三，好，结束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我们是决定头尾，自然就会决定正中央，好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做法，但我觉得有点低级，我就不讲了。讲一下好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比较慢哦，也可以，就是他写公差为一的，然后怎么算你知道吗？
就一二三，然后嘞，然后二三四，然后一个一个数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再来公差是二的，再来公差是三的，公差是四的，这样一个一个数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啦，也可以，但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，我还是觉得刚才这个分析方法比较好。好，再来第四个，三数成等比，同学，三数成等比比较麻烦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是进阶，有看到吗？阶，它那个进不见了，进，进阶，哎，对对，进阶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思路是什么嘞 ？A、B、C 成等比。它是不是代表 a 乘 c 等于 b 平方，对吧？等比中项可以吗？所以 a c 等于 b 平，那也就是说啊，这两个人相乘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数？完什么全？平什么方？对，没错，你只讲了一个最后一个字干，完全平方数。那你可以去思考，有一平、二平、三平、四，好累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、四，哎，怎么乘起来了？一四九还有什么？十六二五三六还有什么？四九还有没有？七七四十九八八六十四。哎，我先写这些应该是够了吧？来，同学一组一组思考，因为要不这样写你会写漏。同学 ，AC 相乘为一的有谁？一一一，可是有可能吗？你从九个数字一到九，三个数字都是一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不行，同学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所以就一个一个扣选掉，这样就不会漏。再来是四嘞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是一乘以二？哎，更正，一乘以四等于二的平方，对不对？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哦，一乘以四等于二平，是吧？好看哦，一四二，哎，任选三个数，一四二还有一二，这个这是一组，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它。的那个对调哦，因为它可以对调嘛，三相异数，三数成等比，我想想看哦，可以对调吗？对调没有意义，对调没有意义，因为一四二等比的话，就是有这三个数字成等比，所以这就是一组哦，这就算一组，好，那就没意义。再来九有没有？九是不是这里写三？谁乘起来是九？是不是一乘九？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了，然后一乘九，一九三。我是故意把完全平方数这个写在后面哦。好，再来十六有谁？四嘛？还有谁？四四四的话，一十六，十六不可能啊。所以二的话是多少？二八十六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没有，十六都是二组成，所以就二八四。知道在讲什么吗？就这样一个一个数过去哦。啊，这一题比较讨厌啊，要讨论。那这里是五的话。二十五有谁？是五五五，有可能吗？不行，所以这个也不行，好不好？你会发现，它奇数基本上不太可能哦。这个如果是奇数的话是不行的。好，再来三十六有没有？有，一定有。来，如果这是六六六三十六，是不是四跟九也可以？还有没有？有了啦，哦，没有了，四九。好，那再来四十九有没有？奇数的可以吗？七当然不行嘛，因为奇数刚刚已经讲了，是不是七七七？所以这个也不行。六十四嘞，八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已经不行了，因为它在等差中项应该不太有可能，要八八八。但是接下来如果八八八已经不行了嘛，那如果今天一个小一个七，然后一个要变大就超过九了，所以是不是之后就没有了？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你会发现我的讨论方法其实也蛮暴力的，就是一个一个写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用完全平方数去思考就不会漏哦。好，哦，怎么好痛哦？好，再来第四个同学，三数不连号，同学不连号好不好算？不连号好不好算？我干，不好算啊！为什么说不好算？因为有可能是一三五嘛，对不对？也可能是一七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好算？知道讲什么吗？三数不连号，那可以有的连，有的不连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一二六，这个是不是也有不连号的情况，对吧？那方法数很难讨论，因为你不知道谁连几个连哦，或者是都不连。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哦，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想成是全部减掉什么连号的，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？因为连号的话，是不是只能一二三，然后二三四，然后这样数过去，对不对？
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全部减掉相连连号的几率，那全部的几率是多少？一，连号的有谁？这是一二三，哎，什么四五六？二三四也可以，数数数，是不是数到七八九？懂我意思吧？可以接受吗？就是数到七八九，所以有几组？是不是有七组？可以接受？好，就这样。这是啊 ，D 九三七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我不算，好，让你自己写。我就是跟你讲，讨论的方式啊，逻辑跟思考的着点，我们是怎么去思考的哦。好，再来第二小题，我偷偷往下哦。如果你太快可以叫哦。第二小题也偏简单，我直接讲下手，你自己把它做完好不好？他说偶数的几率是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二跟四分之三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偶数是二分之一，它奇数是多少？好，算了，该我自己写。看零点 ，P 感有这么难吗 ？P S G 所以要倒过来，要么偶数，要么奇。懂我意思吧？那 P 什么 ？P Y G， 有个怪怪，是不是三什么 G Y Y G？ 是不是三分之一？那 P 利基，基呀，好像利基的，是不是四分之一？这样可以吗？同学，那如果 S Y 相乘是奇数，会不会做？是不是奇奇？那奇奇要干你笑屁啊？偶奇可以吗？不行，乘到偶就不行了嘛。所以你就是要找什么奇数跟奇数几率的相乘，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好不好？这个自己做了。那这个相加为偶数会吗？奇奇偶偶偶偶，还有什么？自己写。哎、欸，同学，这个要特别小心。我讲一下第二题好了，这个要特别小心哦。S 这个奇奇，哎、欸，同学，你知道奇的英文是什么吗？干，奇数的英文是 odd。那偶数的英文呢 ？Even， 同学怎么记不会错 ？Odd 三个是奇数 ，Even 四个是偶数哦。那你看哦，它的奇加起来是偶数的有谁？是不是奇奇偶跟什么偶奇偶奇偶奇跟偶偶偶？同学，这是三个 case， 跟着四个 case 都一样吗？有些人会觉得上面这是一样，其实完全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奇数跟它的奇数的几率是不是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它写成四个 case 再相加哦。知道讲什么吗？我列一个给你看，像这里奇是不是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？可是下一个嘞变什么？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二乘以四分之一，你知道在讲什么了吧？是不是他们对应的奇数跟偶数不一样？我要特别注意哈、哦。啊，我都列到这，我都列完好了。这些年来，有没有人让你觉得不寂寞？后来，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。可惜你要面笑屁哦，深情。然后再把它怎样？是不是相加起来？可以吗？哦，哪里？第三个怎样？哦哦哦哦，大妹大妹大妹哟，是鸡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鸡是鸡，抱歉我抄错了，抄错了。那谁算？你算，算两个。哎哎，来我加一下，我加一下。看，那 P 是吧？二三四六二四嘛，二四上面几？三加二加一多少？六，六加六十二，所以二分之一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哦，自己算哦，哈。好，再来往下喽。看，今天好猛哦。差多了，差不多。看一下，我还看一下还有剩多少。哎、欸，你这快讲完嘞、欸！我们是鬼吧？哎、欸，真的很鬼、欸。等一下，嘴巴裂开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是休息。好痛哦！你休息。那个被人打击会细菌感染。啊，在讲什么东西？
很简单或是很沉默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骰子啊。没鸟我。这些年来有没有让你觉得不寂寞？有。来，同学，接下来我们要丢骰子哦。头两颗，同学，点数和小于十的几率有几个？来啊，算啊。来，同学。点数和小于十，哇，这一题哦，哎，我偷偷问一下，学校老师有没有教你 H？ 同学，我们不是指色色的东西哦，他有教你排列组合的 H 吗？哎，有教吗？干，那铁头有讲吗？哎，我认真问哦，主女的，哎，主女的有教吗？老师有教你 H 吗？就是我们那个排列组合有三个啦。permutation, commutation, 还有一个 h， 这是另外一个做法啊、哦，没有教、哦，那错猜，那怎么办？那只能用，只能用列的，不行不行，那没办法，只能用列的。这些年来，有没有人让你觉得不寂寞？同学，用列的，我们也是有系统的列。来，点数和小于十，假设两颗，一颗 x， 一颗 y， 那你的 s y 有没有一个范围啊？有的，是不是一到六之间？而且 S Y 都是什么数？正整数，可以接受吗？那点数和为十，哎，抱歉，点数和小于十，就是跟你讲 S 加 Y 要比什么？比十还来的小，对不对？那可以是多少？可以是一啊、二啊、三啊、四啊、五啊，一直到九，对不对？对你个屁，同学，一加一是多少？是不是就二了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来，我们也从这里也写一个 S Y 的范围哈 ，S 加 Y 的范围在这边也会得到一个介于几到几之间，二到十二之间。所以你要讨论的就变成只有谁 ，S 加 Y 为二，然后 S 加 Y 为三，以此类推，知道这样子吗？啊，你们真的不会 H 哦？看，都写到天荒地老。超多，同学，啊，你这样正面算一定很难算嘛，同学，我们用反面啊，用反面啊，我知道，用反面，同学，因为它是不是离十二很接近，用扣的是不是比较快？我们可以减掉什么？把这个几率啊，想成是全部减掉 s 加 y 为十的，跟谁？十一的，还有谁？十二的，这样是不是快一点？哦，快很多哦。要不然你还会算到中风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谁算？同学，十二，哎，看我十二自己列了，十二是不是只有六六一种？那十一是不是五六跟什么六五？那你知道十有谁吗？好啊，我自己写啊，都我自己写啊，一个人的数学啊。来。这个一二三站着穿哦，来同学一二三，然后自己去算好不好？那我偷偷告诉你一个，有一个小结论，我觉得蛮酷的哦。什么小结论很酷嘞？同学，你知道吗？骰子哦，一，然后这里也是一，画一下，好，等我一下、哦，骰子点数是一，然后这个骰子点数是一，跟骰子点数合为多少？三的，我跟你讲哦，一直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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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骰子，骰子，骰子，气死我！还要干嘛？骰子，然后点数和为多少？点数和为十二的，知道吗？他们恰巧有什么性？对称性，他的方法是有对称性。这里是一种，这里方法数就是一种，这里是两种，这里方法数就是两种，会有对称性。知道在讲什么吗？所以你知道哪里最难算吗？就是越中间的越难算，听得懂在讲什么吗？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。像你看哦 ，s 加 y 等于十，跟 s 加 y 等于几 ？s 加 y 等于四是一样的。我先给你看哦 ，s 加 y 等于四，你可以算算看。
是叫一三三一跟二二，同学是不是三种？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是三种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它有相对应的关系哦，你甚至可以用这个去思考，也是蛮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我就偷偷再讲这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要下课要下课了，冲一波冲一波，来掷一颗骰子，公正的哦，公正的哦，正公红，不是，哎，公正的骰子翻正，然后对不起啦 ，A B C， 然后来试求它的几率哦，满足小 A 小 B 小 C 的几率为多少？同学，它有牌 A B C， 就代表它有什么性？次序性，哦呦，看你讲出中文了，漂亮！次序性，哦，次序性。那我们要想哦，骰子骰三次，它的总共的可能性有几种？来，刚才骰两次，是不是第一种有六种，第二种有六种，所以就总共三十六种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偷偷每次都忘记写了。那如果今天骰三颗有几种？就六乘六乘六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它总共有六的三次方，216种。好，这个不成应该没关系了。那屁股有点痒，抓一下。A 小 B 小 C， 同学，那你是不是等于在选数字？什么数字啊？你是不是要从一到六里面选出三个数字？举个例子哦，假如我选246，要我选264，但因为它规定要 A 小 B 小 C， 所以是不是自动排序成二小四小多少？六。同学知道讲什么吗？所以你的分子等于就只有在选什么？选相异的数字而已，听懂吗？可以重复吗？不可以，所以是选数字。所以第一小题有趣，是不是 C63？然后分支什么六的三方，再讲一次哦，这是选数字，选三要怎么写啊？看一下，选三相异数字，三相异，然后有次序性，有次序，好，就这样，再来第二个。A 加 B 加 C 是11，同学你会加吗？快跟我说会。A 加会加吗？不会啦，会啦，你只要讲会我们就过去了。同学，那 就跟刚刚那个上面很像哦，你就加油好不好？加油。第三个，我们现在偷偷看一下第三个哦，投掷三粒骰子。恰两颗点数相同的几率是多少？看看，头三颗，头三颗，那我想一下，头三颗，两颗一样。那哦，这可以用排列组合想哦。我写一下第三题哦，第三题比较难。第三题是这样子的，假如今天哦，我们把骰子做个分类，因为它。哦、我们是做骰子相异，有 A、B、C， 好，三种骰子，然后投，因为他说投三次啊，而且他是一次投，所以是不是等于是有第一次结果、第二次结果、第三次结果，对不对？你分得出来，所以有次序性哦。投三颗，恰两颗一样，那我们得先选到底是第几次一样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第一次一样，不要写 A、B、C 好了，写一二三，第一次一样还是第二次？还是第三次谁一样？那是不是先从这三个结果里面 C 三二选谁的点数要一样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假如选一二点数要一样，对吧？那接下来要选什么？就是选你们一样的点数要是谁，会不会太难？一样的点数是不是有几种选择？六种选择，可以吗？哦，有一到六点，好。假如呢，我选三三，那最后一个可以跟他们一样吗？不行，因为它是什么恰，所以要选几种？剩几个？是不是剩五种选择？好，排除掉刚才选的三，是不是有一二四五六可选？听懂吗？所以有五种选择。好，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。好，我等一下把原因写一下哈。第一个 C32 是选什么勒？
选哪一次要一样哦？选哪次？选哪次？头一样，头一样。啊，选哪两次头一样？第一次或第二次？第二次或第三次？或第一次跟第三次？再来，这个六是什么意思嘞？同学，你是不是要先决定一样的点数是谁？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，是不是有六种？可以吗？选一样的点数为谁？一样的点为哪个？为哎，这个中文好难写哦。为哪个？为一到六，五。好，再来，最后嘞，是不是要跟什么一样的那个数字不一样？对不对？排除掉你一开始，然后你再选三三，是不是只剩一二四五六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择另一个不一样的。不同，剩五种，剩种。好，来让您思考一下哈。那第二题啦，其实说实话啦，第二题真的没什么其他的啦，就是一个一个写啦。那有些人不会一个一个写，我给你个小提示，你可以怎样画表格，会写吗？就这样啊，就 A B C， 放的好高哦。那不要再低了，低太大了，不行。来，同学 ，A、B、C 怎么讨论不会漏？先从数字最大开始写好了，六，再来嘞。他可以六吗？六你妹，不行啊！哈，那五可以吗？五你妹，不行啊 ！C 没点数，所以这里是不是从谁开始？四，然后嘞，一，然后嘞，六一四，你知道讲什么？其实很多吗？其实也还好，懂我意思吧？好不好？你自己写，然后自己写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骰子专题啦。那骰子专题要注意什么？骰子其实有对称性哦，有对称性，还有它的方法数哈、哦、是三个，哎，跟着六个、六个、六个直接累成哦，累成。好，再来我们要讲投球。好了，我们先到这边了。哎，刚刚的笔记要抄完才能走哦，尤其是第三个有一点难，如果你听不懂的可以留下来问完再走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今天课上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回家要做什么？哎，对，回去自己修炼一下，写一下题目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每一次都不写哦。哎，彭一勋知道吗？要写哦。哦，彭一勋，彭一勋勋，好。他有说好对不对？我听到。好，哎，他怎么关掉？君，拜拜。